各位青春点点点屁灵魂不灭的屁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玩兽的叫声吗？哎呦，你确定大家都进场了吗？教母不太开心哦。因为齁，老实说，我们现在在录影啦，事后那个影片会很难看。你声音太小。对对对对，尴尬。还是大家不想被叫屁？啊，他们就很屁呀。那我们换一个方式讲好了，各位现场的马粉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可以吗？叫母，叫母这样可以。他喜欢被叫马粉，我真的不知道哎，怎么会这样？各位青春点点点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你知道我现在看到大家第一眼的想法是什么吗？好美吗？不是。怎样？票可以再卖个300张？不行啊，有够市侩！你知道靠那边坐有多挤吗？前面有多空？今天很热哎、欸。哦，对对对对对。你要想，原本如果是下雨天，这里面有多肮脏，就是大家的脚都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要真的很感恩各位的幸运，就是让我们今天是个好天气。所以谢谢你们前来，感恩感恩。嗨，啊，真的很热，所以记得喝水，然后可以脱了就把它脱掉这样。哦哦哦，嗯。然后如果后面有那种太挤的啊，就是其实我看一下哦。你是说这边楼梯这边很空是不是？对对，等一下，就是你们从这边这样看下去有没有？这边隔着一个水池的那个空档，非常非常的大。但我不知道有谁想要坐在那边了。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想坐那边。边缘人。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的楼梯，音场效果非常的好。哦，因为我们俩刚刚一直坐在这边，完全看不到我们，但是就是当听现场版的马克信箱。好无聊，那我在家就好了。哎，在家听得到吗？音场如此好的现场，还有回音。哦。没有人打扰你啊，可以往那边移动，这样子。好，我真的好怕远方，他们好热哦。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山啦，而且那边靠近小确幸会更热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嗯，我们今天四面台，然后我们会转来转去，我们会转来转去，我们会转来转去啊。自转哦。对对对对。哦。然后等一下呢，就是请各位准备好你们的信跟贡品。刚刚呢，想翔来的时候就有说，哎，那你们有准备信吗？我就说我没有。他说哈，怎么办？他觉得现场不会有人写信，哎，有吧？对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嘛？因为我前几天问过他这个问题了，我说，哎，那追思会要不要从电台带这些信过去？他说不用，现场就有。对，而且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就是回不完的，我相信你们。哦，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发一个行前通知的信，然后你们有收到吗？有人就很可爱的问我说：“哎，马克，我没有准备信，这样我可以去参加吗？”谁？那封信谁回的？然后我就说：“哦，当然可以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昨天接到那封信，然后你硬挤出来一些说：“哦。”挤出了一些话来。废话。对对对，或是只是嗨，或是我听。一年，或是我听两年，或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你们的？对对对，如果你的信只是挤出这种话，今天不用给我们。那我之后可以再寄去给你们吗？也可以不用。我明白了。厕所在哪里？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知道吧？好，没有其他事情了。就是厕所最重要了。厕所最重要，厕所最重要。嗯，好，拍一张照。现在啊 ，right now， 然后最近马克信箱的业配比较多了，然后其实我也很希望让各位厂商知道我们有多屌。
经尽力了。哦，他是要我 Q 这边，是要 Q 这边了，是要 Q 这边。一、二、三，耶！好了，那我们要下去喽。耶、yeah ！这什么蔡依林式的进场啊！天哪！欸、有东西要给我，可以直接给我。哇，谢谢！看、我阿克力 beauty 吗？这是高雄巨蛋是不是？耶耶耶！哇哇哇嗨啊进不去啊、好我们要从这边切过去哇他还脱鞋哦这边好凉哦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好了好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谢谢好开心哦老哥怎么这么嗨啊一人一面啊一人一面一人一面会让摄影师很痛苦吧哦是哦对啊我今天是什么都没有准备等你 Q 哦 还是就是我们要你那天唱的那个歌是什么让我们跟着阴阳人你说那一首吗你喝阴阳水那一首啊不是啦、我有一首台语歌可能在未来的几天的马克信箱会听到大声叫，我爱甲你来分开。大声叫，我爱讲表，我爱你。这首歌是什么？我想不起来，因为椅子很高。我会自己一直转，自转停不下来。对啊。阿翔老师，你会先炫技一下吗？哎、那边写马克生日快乐哎，哪里？哦，感恩，竟然还有手牌哦。那在一开始之前，我要先谢谢这一次的天天，然后就是穿着粉红背心的一行人，那些粉红背心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哟，好棒哟，非常厉害。然后你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有拿到清点那个。对不对？哇，清点叫 forever， 简直真的我们像在丧礼一样。而且我今天要穿这样，未亡人、真的是要招魂了我。对，很感谢，这个也是健忘村圣普，然后他们一起做一起发的，然后谢谢他们。对，那还有大家首章盖的那个青春点点点那个头那个章。也是天天他们做的哦，对，就是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帮我做好了，非常感恩。然后哦，还要感谢的就是这一次的摄影团队，然后也是点友哦，耶、yeah ！那我一直想，就是我的梦想啊，这是我的梦想，可以有一个社群，然后这一个社群是。我们都在其中贡献自己的所长吗？就譬如说，今天我需要摄影团队，那我当然就先找点友。然后今天我需要，比如说买保险，我也先找点友。今天我需要买房子，我也先找点友。我需要守天使，也找点友。守天使第一名应该找你啦。我先进入那个感受一下。有点友需要守天使的服务吗？就全场举手这样子。好，一直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就是这样的社群。然后2020年，其实青春点点追思会应该要办在3月，但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延到了今天。很幸运的是，我们在11月22号的时候，就是那个12月秋冬的新措施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举办。不然的话，可能到12月之后，这个也不能办了。那再来也是很开心，今天在11月22号还是一个。好天气，然后又没有下雨，虽然大家可能会有点热，但你知道去年啊的11月22号，去年的时候我在戴毛帽哎、欸。去年这时候你在干嘛？就是因为一样又是你知道健忘村的大家，他们去年拍了一支影片给我，
然后我就说这个我要放在我的欧马克 YouTube 频道。结果我就隔了一年以后，我昨天晚上熬夜没睡觉，我在剪这支影片。这么慢？对。就拖延症拖延了非常非常的久。那我就剪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去年的11月22号其实是蛮冷的，我戴的是毛帽的，可是今年居然还这么的热，这样子。好，一切一切都很幸运，跟很感恩，有大家，所以今天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是满满的感恩。广播女神说，就是今天的这一场，她也特别特别的认真跟隆重。不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突然有一点紧张。找化妆师跟发型师，就是因为说话了，搞得我刚刚好像要主持红毯一样。在后面，我好想岔赛哦。厕所在哪里？知道吗？外面大叫就对了，我要去厕所。对，然后还是很感谢，就是有翔翔从最最最最一开始的时候，帮我们成立了粉丝专页，然后才有现在，就是聚集了大家。然后他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打卡，然后拿了一杯饮料说这是高雄什么东西很好喝，我就想说你在高雄。我跟你说年轻人都是这样，他们都先把照片存起来放，然后 delay 打卡。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都要这样子。真的耶，然后就吓一跳，因为你知道我就完全没有提醒所有今天的那个与会人员，所有的对想强我也完全没有提醒他，我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讲好以后，然后我就相信他会来。他甚至没有跟我讲说我的名字会被放在那个卖票的上面。对，我原本今天要看蔡依林。对，他今天本来要看蔡依林，所以刚刚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下一首歌明明就是说爱你，可是你竟然把它卡掉了。感谢一切，就是谢谢你们 来到这边。那接着下来呢，想要先我这次看到很多人都是买双人套票跟就是团体的共修票嘛，对不对？所以应该你们就是都会有彼此认识的人。我希望就是就算你今天一个人来，然后你至少可以认识你的前后左右四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个小小的联谊吗？对对对对对。很简单的，就是跟你的。我要转这边吗？很简单的，跟你的左边打声招呼，然后说嗨你好。哎，有一个人来的吗？至少举手不会很尴尬吧。一个人来的，你一个人你会想要举手吗？你是不是也不会想举手？你怎么可以这样逼一个人的？我呼吁他勇敢的举起来。好，跟现在跟你的左手边自我介绍一下。我眼睛盯着你，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哎，来些那个可以抛开束缚的，抛开束缚的音乐。这什么？这怎么拿夸戏呀？听起来像中台语歌了。他们跳戏呀！哇，跟左边刚刚已经认识完了吗？然后现在跟你的右边说声打声招呼，跟说自我介绍一下，至少讲说我叫什么名字之类的。上面的我在看你们。哎，楼梯上都很偏直哎。现在跟你前面的人、前后的人说声嗨吧。我怎么同时跟前后说嗨？嗨。嗨。前面跟后面，前面跟后面。因为我刚刚想到左边，其实每一个人左边，然后另外也不会回应。啊，你有跟后边讲话不？你现在转头跟他讲话。他很明显应该是陪他朋友来，是不是？对不对？他的眼神充满了无奈，他的眼神可怜呐、啊。我干嘛来这里？哎，而且我还穿西装外套，可以脱了。这么热，很热，大哥，真的，我们很 free 的，我们随便的，真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想要请那个粉红背心小伙伴们，清点小伙伴，可以上来十个人吗？哎，你们吃明星咖啡厅的糕点哦。你吃明星咖啡厅的糕点啊？你很复古哎、欸，这个真的是我很少看到有人在买来吃哎、欸，这不是蒋中正那个年代在吃的吗？我说真的啦，它真的就是历史这么悠久。没关系，你留着吃啦，我会越来越胖。哇哇，
抢人家食物。我待会看到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我就要喊出来。我这边待会这边会食物越来越多，快乐。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基督徒，或是有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他们在唱完圣歌啊，或是听完牧师那个讲道之后，都会有一群志工，然后他们会拿着一个奉献袋，然后走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让大家在上面看看这些志工的脸。等一下，就是当你们把钱投进去的时候，是信哦哦，信，把信投进去 ，letter not money， 把信投进去的时候。不要投错了，不要投给就是没有穿粉红背心的人，这样。哎、欸，如果有人很聪明，想趁机拿东西，就现在去拿那个纸袋。对啊，对，我现在去拿一个纸袋，然后当做那个就要捞一点油水嘛，是不是？好，所以你们请拿各拿一个纸袋，然后等一下你们分配你们的区域，就是帮忙收信这样子。啊，有信的可以跟我们小蜜蜂说，对，有信的你要投信这样子。然后呢，趁这个混乱的时间，我们在收信的时间呢，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哎，真的很多人没有信哎，就是你们把它传下去好了，把纸袋传下去，每个传下去，就是对，要传下去，要用传的。他是直接丢钱哎。就是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纸袋用传的这件事情吗？因为用船的钱会拿的比较多，是吗？这个也有理论。就是你现在这边拿，我不会想要就是移动我去这边投钱啊。但是如果是袋子到我这边，我想哦，好了，不投钱好像不太好意思。我们今天这一场活动到底是什么？啊？敛财啊？不是回信吗？所以现在正在马克信刚 podcast 那个还拿着纸袋的志工们，赶快把你的纸袋传下去吧。什么？人民币收吗？收，都收。我台湾银行。哦，我想到了啦，就今年的十月底的时候，百灵果不是办了布道会吗？就在台南那个吗？对，在台南。那其实我也很希望可以办一个，就是你知道都超级大厂这样子，嗯，然后希望可以有赞助厂商啊，然后可以赞助这些所有的。设备费用，对对对对，场地啊等等等等。可是，我这就要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就是2020年发生很多事情，像是我被告啊。我今天可以公开讲这个。可以啊，啊你就卖灵骨塔就卖灵骨塔，还怕人家知道？真的是很奇怪。然后那个时候告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下面还有他们的就是信众们，对他们的。想要来跟我呛虾，然后说看你有多会讲、嗯，要出庭了吼。对啊，要出庭了吼。然后我的整个母亲节就没有再过母亲节，我整个母亲节在写自己的诉状。但就经过了这一次事件之后，就是没什么。未来，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打官司，不需要靠律师。Happy birthday。大家一起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塞 ！Happy birthday to you！ 感恩感恩 ！Happy birthday to Mark！ 一起来哦！有打火机啦！哎，风很大，风很大，风很大。哦，点这个可能要半小时哦。假装有火。哦，火好大、啊。火好大。你要许愿吗？好，我要许愿啊。来，希望在场的各位，我们把它许的大一点好了，就跟那个选美皇后都会说，我希望世界和平。那用欧小柔来许愿喽。我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然后心灵平安，这样子，这样最重要的。没关系啊。谢谢呛呛。不客气。那我吹蜡烛喽。吹喽。用力吹哦。啊！没想到，没想到。你在开心什么？你在开心什么？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了，我好开心啊！真变态。好，我们让翔翔的蛋糕在那陪我。好，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两张椅子哎。没关系，我站在翔翔旁边。好，我可以帮他按个高音啊。好，哎，那我们的那个纸箱可以回来吗？拍照拍照，辛苦了，辛苦小蜜蜂。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放着就好。先放这边就好了。哦，好沉哦。怎么偷渡很多普渡的东西回来？寿桃，这个东西呢就要拿出来。哇塞，好棒哦！这是教主才有哎。天哪，我爸都没有这个。我爸七十大寿，我就是买了一个路边的蛋糕给他。看着你，我就很想这样。要放这，好，谢谢。这都不是礼物，这是信，对不对？对，是信，是信。啊 ，sad。好的，那我们今天马克先生就来回信啦。坐你，你可以坐哎。我去年来，不是我第一次来，我也是坐地上，我这一次还是可以。没有没有，去年的时候有听众贡献你一张露营椅，前年，但他们就离开了我们的宗教，没有来吧？有来吗？哎，还有。太好了。那边也有。轻声点点就是。干嘛？你们平常没有在运动是不是？等一下。那我也可以要一张吗？你干嘛？你怎么弹？你这样哦？你把那个放在腿上就可以弹了。啊，等一下，我今天要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刚刚你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啊，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哎、欸。我们缺什么就是伸手乞讨。我要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让百灵果专美于前，所以我要拍这个，然后 take 他们。不是，是尖叫声。等一下啊。来哦来哦，继续继续！哇，很棒很棒！哇，经典照的魅力无穷！哇，经典照也是哇！经典万岁！万万岁！哇，现场朋友好嗨啊！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开始了。哎，过了这么多年，你攻击力还是很强哎，我真的蛮欣赏你这一点的。百灵果不是在台南办吗？我心里就想说，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很充满水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是做那个飘飘的气球。我们也有水啊，只是那个水有点臭，那个会出事。然后他们就一路被护送到舞台上，因为就是有信徒推着他们这样。然后我想说，天哪，我们才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日益蓬勃呢？你没看我昨天在忙吗？我昨天跟我朋友去三创买手机，然后到苹果门市一进去哦，我手机是打开这样订阅马克信箱。他把每一台手机、不管是什么型号，全部都订阅马克信箱。我说你在忙什么？小朋友就很想玩那个 mini 这样，然后我就四面台这样，我这边玩，我那边玩，那边好累哦，很可怕。好，谢谢大家创造了一个这么多人的，对啊，感人感人感人。好。我先 take 百灵果，这么及时。哎、欸，百灵果有 follow 我哎、欸，哦，真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百灵果都没有 follow 我。他们一定是想说，天哪，青春点点点三个主持人，我一定要来 follow 一下，哪一天搞不好他们会崛起，就是今天，或是改天，不能让。你是那种打字会念出来类型吗？太唱秋。peace 好不好 ？peace 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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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虽然说他会写诉状，但是也不要哦。讲这个可以讲那个秘密吗？哦，怎样？就他要出庭那一天啊，然后我们就有点兴奋，走进那一个叫做地检署。地检署，台北地检署。然后进去，我就一直以为，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频道被告的嘛，我就应该是个关系人，我就以为我也可以进去，就没想到他进去房间，他说不好意思哦，就只能他一个进去。我说哈，我那么早起，我就是为了要听，就是他要跟检察官聊些什么啊。然后进去不是聊，是被审问，就是审问些什么，我就好奇他被问什么问题嘛。我就在外面，我就觉得很不快乐。然后比如说这是那个门，我是门，我就先这样靠过去，然后这个走廊嘛，然后耳朵这样，然后哎、欸，
好像听不太到，我就有点这样低下来，因为下面有那个缝，然后我就越低越来越低，我就这样贴着门，就有人要过来说：“小姐，侦查不公开哦。”然后我就很委屈，我就好，然后就又坐回去，真的什么都听不到，真的都不公开，没故事到这边就没了。不能再多说，再多说又要透露太多这样子。然后本来、哦、又想要讲，废话好多、哦。其实我们有拍影片嘛，我想说哇，一生难得几次能够被告，对啊，就拍影片。然后就拍了影片之后呢，就也想要上传啊，什么干嘛的。你刚刚是在敲我吗？我怕他一直被告，我就敲三下。啊、我是木头是不是？我想说，哎、欸、，cue 我干嘛？啊，我就有拖延病啊，所以现在那支影片还没。哦，我以为是不能公开，所以不能上传。其实不是不能公开，我那时候甚至还想要直接 tag 那家公司、欸，哎，不行，这真的不要。但是就是又会有人想说，做这种东西的他们都有黑道背景，嗯对啊，所以就我自己是没有关系啊，就怕危害到我家人的安全的，嗯，就所以。原来你过那么辛苦，我都不晓得、欸，我的2020真的蛮辛苦的，我的2020也蛮辛苦的。你要现在讲吗？不要啊，我差一点就脱口而出了。我也是，我想大家他会哭我。我他现在还没、哎、他还没走出来。哎，你的钢琴怎么都变那么低啊？那你要回信了没啊？哦，回。我们需要解释马克信箱是什么吗？不用吧。他们都付钱来了，解释个屁啊！哦，为了西装外套哥解释一下。哦，西装哥，这、哦、是你女朋友吗？哦，哦，马克信箱就是在回信的一个单元。啊，我们就是拿人家的信掏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念。手写的，有温度。手写的。哎，有时候他们会在你信里面哈、哦、夹一些钱，夹一些东西在里面。礼券我们也收，礼券。这就是一个乞丐频道。哇，这里面有搜狗礼券。哦，太好了，晚上1000块。哦，好长哦。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萨鲁拉。马克生日快乐！可以跟伟人一起过生日，太爽了。今天我要分享我好朋友口红小姐的故事。口红小姐的房间有许多玩具哦，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玩具，是那种用了会升天的玩具。什么？你在给我装清纯啊？你平常这样，你在现场给我装清纯？因为跟家人一起住怕被发现，所以口红小姐就会用雨伞套、铅笔盒把玩具装好，啊，放在房间各个角落这样子。等到有铅笔盒太小了吧？不是，它有几个啊？口红小姐在哪？今天还可以接？哦，不行啊，不行了，没有，匿名。今天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西装哥，我们不会透露本人，你放心，你可以写信来，就是骂这个频道，我们不会讲是你这样子。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西装哥，所以我们都知道是你。然后啊，有一天口红小姐妈妈要去参加喜酒，想到哎、欸，我去口红小姐房间借化妆品好了。啊，擦口红，他发现，哎、欸，这口红怎么涂了没有颜色、啊？可是口红小姐又不在家，我们一大群姐妹听到已经笑到不行了。我不知道、欸，哎，她涂什么？你们知道她涂什么吗？她要去拿口红了吗？不是啦。她、啊、涂什么？我不知道啊。然后回家之后，妈妈就说：“哎、欸，你这个口红怎么涂不出颜色来啊？”口红小姐就骂妈妈说：“你干嘛乱我东西？”就离开房间了。说完之后，他们就觉得妈妈不觉得奇怪吗？因为那个口红是一个小跳蛋，差太多了吧？小跳蛋就是这样子而已。不是妈妈拿跳蛋狂涂，她不知道那个。她有开店吗？她说，因为那一个跳蛋有隐藏开关，所以口红妈妈在用的时候她动不起来。那口红妈也已经60几岁了，可能她那个年代没有情趣用品，所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口红小姐都用尴尬的微笑回答。她有说那个是以前朋友送我的，我自己没有用过啦，我没有用过，我只是放在化妆台上面。她好奇平常跟家人住在一起的人是怎么使用情趣玩具的、啊。现在家里面有小怪兽，请举手。好，没有人敢举手。怎么可以？他说跟公婆住的话更不知道如何是好，马克、玛丽有什么好建议吗？啊，你也没跟公婆住齁。跟公婆住的话，你的情趣用品要怎么办？有一个盒子可以把它锁起来吧，找一个可以上锁的盒子。那不跟小时候我写日记上锁的一样吗？然后公婆就会特别想要打开它。对，
想尽办法拆开来看。有点坏、欸，只能随身都携带在手上了，永远都带在手提包里面。我觉得太累了。好，这封信呢？听马上现在刚好一年了，去年我这个时候从 Spotify 上面听科技导读，一边打扫一边想说换个节目听听看，两个外星人的图片成功引起我的好奇心，就开始我的马克信箱马拉松，上班下班通勤洗澡洗澡打扫全部都是你们陪着。缘分很奇妙，因为过没多久我就和在一起八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分得好，大家知道他受什么伤了吧？大家有追强强的 IG 的话，应该这种氛围跟感受非常的明显。哎，我最近的氛围还蛮欢乐的、啊，还好吧？通常有一个人突然没事会一直 po， 一直 po， 一直 po。我今天也很充实哦，我明天也很充实哦。我没有，我都在 po 蛋糕的东西，好不好？哦，好啦。偶尔分享一些糟糕的心情，哈哈。我先回家了，谢谢大家。他跟八年在一起的男朋友分手了，因为他劈腿。下班回家那条路突然变得好长，好黑。我每天都在逃避，逃避家里的猫，逃避做蛋糕。哇塞！这信实际哦，没有没有，不要带入角色好不好、啊？还好我先遇见了你们，是你们陪了我走了一段又一段，想着马克、玛丽和点友会陪着我，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不会，他们不会陪你。分手到现在过了九个月，我已经比那时候勇敢了很多。你呢？我可能比你更早勇敢起来。谢谢马克信箱，让好多想放弃的人一次次的拯救自己。听了很多人的故事，觉得自己遇上的也没什么大不了，更看得见前面的路了。写这封信来是想要跟大家说，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善良的人。啊，不用啦，善良什么？在说的每一句话、做每件事之前，想想是不是有更善良的方式可以选择。就像我们不必要 tag 百灵果是一样的啊。不行啊，我就是要闹到天翻地覆。让我们一起对这个世界更温柔，尤其是不要伤害身边在乎你和你爱的人。最后，一直以来都是马克玛丽对大家说，现在我想要对马克玛丽还有所有善良的人说一声 You're awesome， 我会再来信的。你不对世界残忍，就换世界对你残忍。来自于蓝色纸胶带。善良有什么用？别人不会对你善良。我已经很久没有近距离这样接触到这样症状的人了。这样症状，你最近很 peace。我已经 peace 很久了、啊。太久了，回来吧。是你过来我们这边吧？不是啊，我一直想往善良的道路走，可是就有人一直把我推到邪恶的深渊啊，万劫不复。这封信呢，来自于 Cindy。上一次呢，你们吃寿司的直播念的第一封信就是我的，然后已经第三次写信了。可能是因为写为何会喜欢我男友的十件事。怎样？这段太无聊了，让我滑个 Tinder。不是喜欢男友十件事又怎么样？信有点前因后果，所以我在想上一次回信的时候的内容。因为他说当时玛丽你有疑问说，为什么你手上会有我男友跟我告白的影片呢？就是女生怎么会知道他要被告白了？他说当时他男友是先给他听他弹张震岳的爱不要停摆的录音，然后男友说这个很适合搭摩天轮的时候听。当时我就 get 到了我男友要跟我告白，所以呢我立刻在他开始对我说话前，我就说等等 我要录影，所以就有了他对我告白的影片。现在交往一年了，遇到有点不顺心有点累的时候，在公司就会拿出来看啊，拿出来听，会有回到初心的感觉。谢谢马克信箱记录我的青春我的心情，祝马克生日快乐。等我发达后，马克我再赞助你婚礼机票。他都结婚了，可以再结一次啊，不是再跟卡迪亚结一次，不是常常会有这种什么？然后Cindy 说，今年2020九月十三，我的男友跟我求婚了，哇！不知道你在哪，恭喜你！哇，你在哪？让我来感受一下爱的电波在哪里啊？没有啊，没有电波，有啊，讯号不够。通常做完活动之后，你的正能量会多很多，我相信你。你说这个活动吗？对。我大家会不会被我影响？不会。啊，祝你幸福！而且刚刚大家很明显感觉到有人要结婚，然后掌声稀落很多吗？就抽出来了1000块啊！你的阴灵呢？啊！
我的天哪、啊！好浮夸！今天才是应该要带英灵的日子，怎么可能会忘？莱尔富商品礼券给你，只能用莱尔富。好糟、哦，让我打开马克信箱。好，这个就是希望追思会可以被念到的。礼拜六呢，跟老爸去台中吃了他们公司的尾牙。哇，这么早就尾牙了、哦？今年还有尾牙哦。公司派车从台北出发，提早到台中，我们就在附近的台中国家歌剧院逛。爸爸其他同事也是，我们就遇到同事跟同事的儿子。前面老爸两个人在聊，我们就走在后面。这个儿子开口就先聊了，我本来想说简单回应就好，可是呢，他就会再开话题或是继续问。好了，所以这是应该是第一次初次约会那种尴尬的感觉。尬聊经验。你会常出国玩吗？还好。我好像听到了英灵的声音啊。哦，可以。真的是我缺什么，只要跟下面拿就好了。哇，你很棒哎，丢的就好了。哦，很棒。你今天是表演特技是不是？接这个很简单，我接不到的是爱啊。我今天是英灵大使，还懂得自嘲，那我就放心了。会啊，等一下就哭给你看。什么面纸啊？要卫生棉才可以。请继续。然后呢，反正他就一直尬聊，就问。问到说，刚刚你跟你爸聊到一点你的工作，你是做什么的呀？那我就继续回答我的工作内容。从聊天当中呢，有时候我的回答很难延伸继续聊，或是我回答很简短，想说哎，反正我跟你之后不会再遇到，我就客气回答一下好了。到后来好像很多都在聊我的事，聊天都没有停，也没有很尴尬。最后他就问我说，明年你会跟你爸一起来尾牙吗？我在约明年的约会吗？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无心的尬聊，还是他真的在想要明年再见到他？不是，我觉得是单纯的尬聊。在尾牙场面见到对方干嘛呀？这是有一个某一种很可怕的什么逻辑游戏，然后说有一个人在丧礼上面见到了谁谁谁，然后为什么？是因为他喜欢其中的一个人，所以要把他杀掉等等之类的。你让气氛好沉重，好可怕哦。后来尾牙饭店会场，我们坐不同桌，回去的时候很晚了，我们都在车上睡觉。一下车拜拜打个招呼，我跟爸爸就赶去搭捷运了。我呢是有想要拓展朋友圈的，只是他是什么意思啊？教主说男生真的对你有兴趣的话就会行动了，还是他也只是聊聊不想停止聊天让气氛尴尬？这两天我都一直在想这些少女的想象，但我的理智又冒出教主的告诫。他是爱上这个男的了是不是？这么快？他可能一见钟情啊。但其实真的只是因为为了不要太尴尬，所以我就不得不一直聊天啊。嗯，没有什么其他意思。哎，想到这个，就是大家你也可以拿出你的 Tinder 来滑一下。现在 right now， 滑到附近应该都是一些好人哎。之前也有一些人在追思会结束之后就跟里面人谈恋爱了。哦，他们还在一起吗？我想应该还在一起吧。有吗？有来吗？最近这一年的确是比较常接到就是。跟点友在一起，或是因为点友的关系，然后听马克信箱，但是他们分手了，所以他就一起也不听马克信箱了，我觉得有点难过。我觉得他会再回来的，你可以放心。好，很难的，两年哦。这里面有100块哦，100块。等下，100块是不能摇太大声。都可以。嗨，我是第一次写信的教徒，很犹豫要不要写信给你们，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平凡，但是想跟你们说声谢谢，因为2年前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听到了马克信箱，当时我遇到了家庭的巨变，友情的背叛，还有一个让我深陷其中的暧昧，一堆事情就压在我身上，甚至让我有想死的念头。谢谢马克信箱还有广大的点友们陪我走过，然后一集一集听着大家的人生，让我觉得我不孤单。谢谢马克让我学习转念，让我觉得人生没活得那么负面了。不知道有拖延症跟懒人病的我还有没有机会写第二封信。话说我跟暧昧对象，这个人应该在现场吧，你听听大家的反应哦。
我跟暧昧告白后被拒绝，还是维持着微妙的关系，将近要5年了。哇，这是装男吗？对对对，是。啊、这个反应是什么意思？对于沉浸在脑补世界的人来说，还是觉得大家觉得我好厉害哦？不是吧？不然大家那个哇刚刚是什么？你们的哇是什么意思？你看大家嫌恶的脸。什么？刚刚那段什么5年是他是暧昧了5年，暧昧告白后被拒绝，还维持着微妙的关系，将近5年了。不错啊，不错。你今天是来乱的，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就是朋友，然后当5年吗？他都会写微妙的关系了。我比较单纯，我不知道什么是微妙的关系。我要么就是有恋爱谈，要么就是分手，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那你今天写信之后，差不多就是要断舍离一下了。哎，我突然想到，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画我。我就想到今天不是有人在 IG 私讯说要提供点友的誓言会吗？你在哪里？在哪？哪里啊？那里。哦、oh, ，来，我乱指的。那个帽子戴帽子。那里指的差超多的。哦，很像瑞士巧克力的那个水滴的那个。看一下据点小馆。好好，所以你要不要到前面一点来啊？到台前来好不好？哦、oh. ，他说等一下吧。拒绝你。不会呐。啊，这是微妙的关系。哦，这就是微妙。好微妙啊！我想靠近你，但是等会再说吧。好吧，那我就当机立断，你就不要过来了。没有，就是据点小馆，他画了誓言会。如果大家想要去给他画誓言会的话，可以等下到那边去找他。我有问题，什么是誓言会？誓言会就是像你的脸的画画，类似你的颜的绘画，类似你的颜卡哦，你的脸颜面神经失调的颜。他装懂，他不知道。哎、欸，他今天有上妆哎、欸，对他今天有擦粉底液。你好白哦。哎、欸，你不要讲出来嘛。Foundation 哦，这个不能讲啊。很害羞哎、欸。哦，为什么？不会啊，你今天看起来awesome。我是不是擦太白了？没有啊。你要自在面对自己 啊！我还是用周年庆送我的那个试用包，想说这个颜色。讲那么细干嘛啦？这真的好像坐在我家客厅哦。不是，你没有到很白，大概的程度就是我拿蛋糕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就坦了一下，说：“哎呦，这是王麗想化妆吗？这么白。”还是很可爱啦。啊，可爱可爱啦。对，那如果要去找据点小馆画誓言会的话，可以自由抖内哦，自由捐献给他。他已经有画好了马克跟玛丽，然后会把你画在中间这样子。哇、wow、哦，很棒，给他拍个手。哦，你看那这个哦又是什么意思？快乐啊，都哇已经先画好了，还会先准备。哎，给艺术家的抖内是不是不能太少、啊？哎呦。意思是人家有才华，你只给人家比如说50块，因为我自由啊。据点小馆50块可以吗？太少了吧，那个太下流了吧。台湾就是因为这样他不回答，那就是太少，就是沉默。你大家有听最新的猎人吗？猎人掉出排行榜了，好难过、哦。猎人本来就不应该在排行榜里面。为什么？那是一个很神秘的。神圣的殿堂、不能被大家发现，就像是你玩 RPG 会意外走进去一个小地方一样。我不懂这是什么样的比喻。我懂我懂我懂，我只有我懂御剑术、哦、好宅哦，十里破剑神。天哪，你们这些死屁孩，没有人有反应耶、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回信。断腿猫第一次参加追思会，第一次写信，很害羞。谢谢你们经营这个节目，让我们度过无数个夜晚，尤其在国外的日子。以前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呢，推了身边的人入教，用的是“你想得到智慧吗？”我记得。哎，卡提亚知道这个标题来自于他吗？有效，他说这个有效。欢迎大家列入推坑入教清单。也因为身边听马信的点友们都不在台湾，所以这一次呢，独自前来参见教主教母。母胎单身30年，在国外没有遇到什么恋情，曾经在日本住院1个月，发生很多有趣的事，之后再写信报告。好的，这边还有一封，这个又比较长的是钱，多少钱？100块。了了。他要这封信由情绪高涨的马克帮他念。去年8月，我在香港滑 Tinder 认识一位会自制汽油弹做法的爱国好青年。哦，很喜欢哎。叫他撑伞男。10月的时候，他跟同事来台北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跟他一起去了木栅动物园。可是我见到他第一眼，脑中浮现100个问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跟他的照片不一样？
男生怎么也有照片的问题？他完全不是我的菜，加上脸上坑坑巴巴的，我真的不行，无法当他是约会对象。只不过是一天的约会，勉强接受。开始聊天的过程，他一直用负能量轰炸我，抱怨同事的行程他不喜欢。我差点对他大吼说：“那你就不要去啊！”这都还好，因为他也不是只聊自己事的人，他有来关心我，说我衣服很好看。我跟他说：“啊，这都在泰国买的，便宜又好看，每次去我都会狂买萨瓦迪卡。”但还好很多便宜到50块或100块的衣服太小件，适合骨架小的泰国妹子穿，我不至于买太多。不是他讲这个，我真的是要怎么接啊？他只是要讲，算了。这真的很细耶，我们来听听香港撑伞男坑坑巴巴爱国好青年怎么接。他说：“那你没想过要减肥吗？”哇哦！也是老实啊，很不错哎。我只能说，看他这种不会聊天的态度，真的是活该单身啊。不然要接什么？他之所以叫撑伞男，当然是因为后来飘起了雨，我先撑了伞。看他忙着收相机，我就先帮他一起撑。但他老兄就这样一直让我帮他撑。中途我想说，他看动物的时候，我默默这样飘走，反正呢，他可以跟同事一起撑嘛。但是他一个 wave 好身手，就这样钻进我的伞下。哎，不是啊，论身高，你帮我撑很合理吧？你不想帮女生撑伞，我也可以自己撑自己啊。到底为什么我要帮你撑？哇，这真配得很好，棒！我相信我们就是默契会越来越好，就跟我跟阮老师一样。看一下怎么用啊！我怎么用麦克风讲？后来呢，终于到了鸟园车站，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猫空，手酸到爆的我马上说：“哎，下雨耶，我回家不一起去哦。”就这样，撑伞男是我见过最猎奇的网友了。只能说我还很需要练习拒绝，说不要、不喜欢，或是走开。好，本来写好信的，出门去追思会的路上发现忘了带，只好坐在 Seven 重写。我真的好想掐死自己！如果你们在路上看到有人在掐自己，就是我。谁？你旁边人在掐自己吗？阻止他，跟他说不要。不要太小力，请不要救我。我是吸引怪人女子联盟之一。那你人真好哎、欸，你就是真的一直帮他撑高哎，我就会维持我的身高啊。戳瞎他双眼，身高。他就自己会一直被戳到头，然后人家就会受不了，说我来撑，然后就这样，好，谢谢。给他。没有依照那个香港男，他应该说你可以拿高一点吗？你已经胖到手都举不起来了吗？那我就是要练习跟他说不。老厚呢？哎，他不会讲台语吧？哇，这个很厚。哇！没有纸袋厚了，大家不要这样子。是不是？你们这群人就很爱大惊小怪。这样。等一下，等一下。来了，英灵护法，哎，英灵护法是天天，不是我，英灵使者大使。怎样？这是日币1000元、啊，台币是多少钱？300啊，300的话可以比刚才大声一点。嗯，走啊走啊。嗨，马克玛丽，我是四在哈罗，1-2个月前才开始入坑的，那因为朋友放了好的炮友跟日本制的压缩机一样稀少那一集给我。后来我就陆续听处女约炮啊，马克情绪高涨的大喊我假小啦，真的太好笑了，开放礼也很赞、欸、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现场喊我假小了，你现在喊一次吧。他应该喊不出当年那种屁样了吧。而且其实我回去听我假小了的那一集，有那么夸张吗？其实我不夸张耶，我现在重新喊出来都会比那个时候夸张。这就跟就是 Dennis， 其实他没有 wow 的这么夸张，可是大家都会把他想得很夸张， wow、对，都会 wow， 我假小啊！呜呼，萧敬腾，萧敬腾假小，萧敬腾假小，今晚我想来点小。哎，你怎么没有弹萧敬腾的歌啊？啊，默契不行啊，太慢了。哎，今天是11月22号，在日本呢是伊伊夫夫，就是
夫妻很良好的日子，所以呢，祝福马克跟卡蒂亚永浴爱河。然后呢，入坑之后查了一下你们的生日，发现玛丽的生日跟我同年同月，但差一天，那何必讲？对啊，这真的差一天就是差很多。对啊，你们开始说，所以我们个性都很像，希望我们都要幸福哦。这他写的。2020是被偷走的一年，很多日常不再是日常，但幸好我们111有投对票，所以台湾才能成为该死的武汉肺炎肆虐下唯一的平行时空。昨天还看了没有中国人统战的金马奖，太幸福了。希望好，希望台湾人继续是消失的情人节的金马奖，因为他这顺序有点乱啊。最后donate日币，你这乱写哦，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他写日币100万。他应该后面是点零零啦。没有啦，他真的就是给我写那么多零，100万啊！台湾加油，香港加油啦！你怎么会说自己的个性跟玛丽很像呢？他叫千在哈哦，四在哈，四在 hello， 谢谢你四在 hello， 欠我的99万9000元。哎，如果真的这么多钱，我英灵要怎么摇啊？你用摇到手酸，摇到最后摇爆。你说这样狂摇啊？你知道他都有在录影吗？欸、这样子摇，哎，还好吧。等影片出来之后，你就很后悔你今天所作所为。还有你刚刚萧敬腾，会吗？我觉得会。你说，哈，今晚会吗？我只担心我的牙龈是不是露太多而已。没有没有，你牙龈今天都很好。哦，真的、啊？没有没有出现，我有仔细在看。谢谢谢谢。我今天要观察你。我是无知小教徒，是某机构的研究人员。今天要分享我在研究室发生的事情。身为研究人员，时间很自由，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基本上我都是会提前完成进度的人，偶尔太多杂物也会拖到一下子。有一阵子事情真的太多，不得已我就要熬夜。我的研究室很大，背后是一大片的落地窗，窗外就是山。早上的时候阳光撇进来是蛮美的，但晚上就有点阴森。这个是在中研院吧？你好厉害哦。对，真的是中研院啊。我自己在专心做事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什么是心流？哥哥，心流就是当你在做蛋糕的时候，你的心中永远都只有蛋糕，别人怎么叫你都听不到、啊、这倒是没有。我在做，我最近在工作的时候，我整天都在听马克信箱。感人感人感人，我都在补进度啊，真的。那在大概过两三个礼拜，你又会听到你自己，而且你会是当集的 title。我们已经录好了。我们已经录好了，你会是当集的标题。我先跟你预告。我昨天听到有一集，有人说他就是反正在结尾的时候祝你们都怎样怎样，说他说啊、也祝乔治怎样怎样。虽然他演的偶像剧都演小咖，很伤人这件事。我没有讲过这个。不是你说的，是信听信说的。然后马克说：“天哪、啊，这也太伤人了吧！”我心中就默默想说：“好啊，我要去百灵果。”这边找不到温暖。你现在又没有要演戏了。对啊，所以 I don't care， 我人生就这样了。请继续。无知小教徒写 paper 写到2:30，突然上方轻钢架天花板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当下我觉得还好，我曾经想过有人说大楼管线可能有老鼠哦，所以请我尽量不要在研究室放吃的东西。不过大概又过了15分钟，我的衣柜也传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当时我觉得应该又是老鼠吧，毕竟老鼠会乱跑嘛。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我的左后方突然传来一名女子，嗨，嘻嘻，笑了两声，孙盛熙啊，那个笑声离我有点距离，而我的后方是一大片的落地窗，我在7楼，当下我头皮就麻了起来，默念佛号，还有说一些我没有打扰的意思，希望您也不要打扰我的话，毕竟我真的是要工作的。我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不过第二次我在研究室熬夜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那阵子真的太忙，又要在研究室过夜。上次经验虽然毛毛的，还算安全度过。第二次也是到2:30左右，天花板又开始
咚咚。我好怕哦，姐姐！我真的吓到，吓死我了！天花板有什么？我听马克信箱都很投入，好不好？我也很投入啊！我就是太投入了，我吓到我想要闪尿哎！这边我试试。好吧，对不起嘛。他就想说，我先去上个厕所一下，离开这个环境，我不要多想。但因为呢，这个机构节约能源，所以呢，室内都是感应灯。你要接近通道的时候，灯才会亮。不过我那一天一走出我的研究室门外，走廊的灯还没有亮起，十公尺外的灯亮了。十公尺外厕所的灯先亮了，我又有点毛了。回到研究室，我花了一点时间安定身心，默念佛号，暗自说我没有打扰，我没有要打扰你。当下平静了一下，天花板的咚咚声也不见了，想说可以松一口气。但过没多久，天花板突然传来一阵很大的滚动声，咚！这不是滚动声，等一下，这是重击吧？对啊，这是张飞啊！有人在张飞天花板起重击的话，就要报警了。然后一块一块方形的白色天花板，在我的眼前。翻动了起来，屁啦！有人跑过去的声音吗？就跑过去，滚过去。然后那个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公司的清隔间是上面那种白色天花板，会容易翻起来这样子啊。对啊，这样砰砰砰砰砰砰砰，不是这个声音。我一走出，我真的是吓到了，我马上按下 Ctrl S 就逃离研究室。电脑 Ctrl S 是什么？不 safe。哦，愚蠢的两个人，抽演员才会懂的事情啊！哇塞，看我们多久没有用？我只会 Ctrl C 加 V， 所以他脑中非常厉害，我打完了我还要先存。不是 F 5是存档吗？没有，你可以按那个 Ctrl 加 F 4。F 5是重新整理。OK fine， 你按 F 4就会关掉。陪你去看，对，没事，继续。我一出大楼之后，外头还有一只狗在对我低吼。哇，太突然了吧！当下我没有多想，后来想想，他是不是在警戒着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呢？总之，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我的研究室里面过夜了。他还附上了研究室的厕所图跟的清隔板。哎，那个走廊尽头灯亮真的是可怕哎。对啊，感应灯，然后。明明没有东西在那边，可是亮起来，最讨厌这种。所以家里就不能放那种感应灯啊。我家有感应灯，然后有偶尔它会亮。那你不会觉得很毛吗？我第一个直觉会觉得是猫经过啊。对，你家有猫，但猫都在我身边。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就恐怖。但是这就很像那个啊 ，Netflix 那个 Stranger Thing 啊，对不对？ Everything. 大家有看吗？怪奇物语有没有？就是。那个临界冥界的时候，它会灯泡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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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代表它要传递一些讯息。所以他最后没有遇到好兄弟嘛，就是只是这样。他已经遇到了，他觉得这个就是了、啊，他没有现身啊，就是闹他。现身太可怕了吧？好吧，希望你一切平安，中研院的孩子，还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场地。哦，来，交给你点。哇，这是。1122，一一二二，马克森。哇塞，可以了！好累啊！这封信呢，来自于土贵土城贵伦美啊，我。哎，不好意思，钱要放哪里？钱。这么多钱放我口袋？放玛丽口袋里。不是那里。我帮你的第一段省略哈，为什么叫那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青春点点追思纪念会。其实我才入教半年左右，一直想写信啊，就是拖延病。好，这边我也帮你都跳过。之前呢 ，Colin 哥哥妹妹有一次提到，我第一次认识你们就是青春点点最后一天，根本不知道你们是谁，也不知道这个节目在做什么。那没有听广播习惯的我，因为那一天脸书上有大量的好友转发直播，就很好奇啊，为什么大家都要狂发这个直播啊？我一看就直接把整个节目看完，然后一路跟直播到最后，你们下班下楼、毕业典礼所有的互动，然后我看到过程当中
泪流满面，我觉得我像神经病，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就一直哭。光看直播泪流满面，还不是因为最后就是你在哭，你哭又让大家都哭啊。啊，最后一集不哭我还是人吗？哦，啊，那一集我也有哭哎，我哭惨了。他不哭是因为你都不吃晚餐，你那天饿到胃溃疡，你没有心、那個、没有心思哭这样子。我当时呢，连马克信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结果现在。每集必听，过了3年多，一直到今年6月，觉得上班应该听点什么，可是又不喜欢听音乐，所以就搜寻了上班可以听什么，找到了上班可以听。上班可以听，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才取这个名字的，很棒。才想起3年前不认识你们三个主持人，却泪流满面遗憾的那一晚。现在的我呢，会跟着首播的马克信箱，下午也会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不知不觉就入教了。起初还没有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前，只听马克信箱首播，是播员跟怡娃还会很热情在首播聊天区聊天，也会跟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的我搭话，我有一种认识新领域的感觉。后来加入你们 Telegram， 也是他们的热情让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对话的我有归属感。我是一个加入各种群组后，一旦一段时间淡出后，就不敢再回去大肆聊天的类型，我怕会格格不入。我懂。但现在呢，就算我偶尔才出没，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没有被忽视的感觉。很感谢点友们都这么的好，尤其感谢播员，从刚认识时邀请我参加十字入口，那因为我临时有事没有办法参加，只有最后结算的时候才赶上看大家做科学7分钟跟大合照。就连广播金钟奖也是撞起朋友婚礼无法入场，也是婚礼结束后匆忙赶到在外面等你们结束散场，也来不及跟你们合照。天哪，你太辛苦了吧。尽管每一次活动我都是抢尾刀，对播员还有每个跟认识的点友都非常抱歉，可是呢，这一次马克生日的 Podcast 活动还是很感谢播员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参加这个生日计划。谢谢你们每一次听马克信箱，就算不是自己的故事，也从里面找到很多自己，尤其是你们回信说的话，每一次都让我更了解我自己。你们就像好朋友的存在，常常我觉得有困扰或是最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原来有人跟我一样哎，然后就被点醒了。我自己又回去看了当初千分点点最后一集，当初哭跟现在哭好不一样哦，你又哭了。看到这么盛大的场面，我觉得好兴奋。然后我妹看到这个画面跟我的反应之后，有点害怕，表示你是不是真的加入了什么邪教呢？我要特别感谢马克一件事情，谢谢马克，你之前说我的声音很好听，很舒服，也说我 calling 说得很好，这几句话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小时候啊，我曾经跟家人一起唱歌的时候，家人说，哎，你唱歌好难听哦。就打断我唱歌，叫我把是家人吗？叫我把麦克风给弟弟，说弟弟唱的比较好啦，给弟弟唱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哦，我的自己声音不好听。所以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如果情绪太高涨，我就会突然想到说，啊，怎么办？我声音这么难听，还这么大声，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很讨厌？或是唱歌的局，因为怕被拱唱歌，所以我也几乎都不参与。可是这一次那个 podcast， 他们群组叫做 DOT40M 啊，大合唱，我也有参加合唱，希望我的歌声没有影响到大家。哇，你如果在48个人里面，你的歌声可以影响到大家，那真的是难听到爆哎、欸，那真的很特殊哎、欸。所以呢，我第一次被称赞声音，还是被教主称赞，真的很感动，高兴很久。教主好棒呀！这让我想到一开始听马克信箱，很多人写信进去都会希望马克你说一句 ，You're awesome。我每一次听到马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有感受到一种对我很棒的莫名自信感。好不想想象他这样讲自己哦。对我很棒，谢谢愿意听完这封信的所有人。最后要感谢陪伴我10年、忍受我脾气的树太，就是树林的服侍苍太。谢谢你，你最爱的服侍苍太、不是我最爱的吧？是吴玛丽最爱的，是吴玛丽最爱。写信的现在是点句的前一天晚上，原谅我偷懒用打字的，为了赶上点句要给信。今年的双11我什么都没买，就为了给你们新台币112。我很棒哎、欸！希望马克可以再跟我说一次。You're awesome。今天呢是台南之旅的第2天，虽然11月了，台南还是跟夏天一样的热，台北也是哦。
这次来台南吃了阿川粉圆冰，推荐这个木木麦酒这家店，完全以为来到日本。台南美食真的不是几天就可以吃完的。出不了国的现在呢，只能把台湾当日本玩。台南果然很适合啊！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很希望这边生活一阵子。来自于 P， 以及呢，还有另外一封信，他没有给钱吗？没有哎、欸。哎呀，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心意。啊、对对对对，然英灵很久没驱动了。帕拉一八想要来分享一下私人公司的员工到底有多好使用的故事。我待的公司有多私人呢？大概就是股东都是老板的亲戚，整间公司都是他们家人这样子。等一下，这段配乐是什么意思？对啊，霹雳火。你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干嘛？这是什么讯息吗？哎、欸，那你先谈，然后再突然转头看我。你先。哎、欸，这不如一个限动，我觉得不行。怎么那么可爱啊？在暑假的时候，老板的父亲过世了。老板请主管在群组问问有没有同事愿意来告别式帮忙呢？可想而知，没有人。我们就被下达了指令，全体员工，你们就要在早上什么地点集合。前一天场部呢，有同事被叫去帮忙。根据他们的说法，现场明明就有请葬仪社。葬仪社也很专业，布置好会场，同事们都没事做啊。老板看他们经过没事干，就要他们主动问葬仪社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只好开启装忙的模式，这边摸一下，那边移一下，老板这样才满意。当天呢，我们早上从8点开始待命，前面就是漫长的家祭，后面是可怕的公祭。老板的人脉横跨政商教育界。秘书说，曝文发了至少200多张，同事被分配到没有遮蔽物的地方指挥交通，引导人群，喷酒精测量体温，被晒到要晒到往生了。好不容易告别式结束，真正累的才要开始，我们要拆一座一座的罐头塔、饮料塔、米塔，再把拆下来的东西搬去仓库，把包下来的花，把包得很紧的花拆下来丢掉，然后扫地。场付完，下午3点，我们得到了一个便当跟500块的红包。等等等，王立翔，这一段只是拆罐头塔，你有必要用那么惊悚吗？又不是拆骨头。没有，让大家知道配乐的重要性。哦，辛苦你了哦，请继续。反正呢，这家私人公司的老板呢，就是只要有人死了，就要员工去帮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逢年过节大扫除是基本的，男生就要当园丁、除草、砍树、清水沟，不是在当兵吗？每个人都被当廉价劳工运用的淋漓尽致。但身为社畜的我，只能在这边抒发心情，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快快离开这里。感谢马克、玛丽念完我的信，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一个啰嗦、自大、机车又小气的老板。哎，你结尾也用惊悚，你结尾也用惊悚。有没有人要上厕所的？现在有人想要拉肚子吗？勇于站起来，趁现在哦，不要怕。我们不想重蹈覆辙。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是怕大家觉得大家都坐好听，然后不好意思站起来。还是你要念一封无聊的信，让大家有时间中场休息？你觉得被念出来的人会开心吗？可是你在念之前念过的那一封不就好了吗？你看，很勇敢，他要去尿尿了。让我们为去上厕所的拍拍手。好棒，一路好尿。小时候老师就是不这样鼓励我，才会害我拉屎在裤子上。又有一位了，来拍手。太棒了，祝你尿道畅通。尿道畅通什么？这什么奇怪的活动啊？哇，想得到掌声吗？就去上厕所吧。You are awesome。